庶人天子聪慧，国母不亡。妈，他甚至有抑郁倾向。 必须得接受治疗了。你现在的抑郁状态已经非常严重了，你无非就是想用伤口揭开践踏我那点自尊。忘记不能根治创伤，只有面对和放下，才能治愈。 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失望了。清晨的曙光有一种特别的气息，那是一种觉醒的力量，能够让我在漫长黑夜的等待变得更加值得。 做我女朋友吧，我们永远会在你背后为你遮风挡雨的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就是希望他能够幸福。你看到他就像看到我一样，让他一直陪着你。